靠，一路陪伴，一路成长。我用声音追着光，追光内暗，给予我们光亮的人是最温暖的。谢谢你们之前在电视机前的守候，也感谢你们今晚的到来。谢谢你们的支持与聆听，希望今晚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夜晚。我们呢，都去努力完成自己的梦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首席。让我们一路能披荆斩棘，不负音乐，不负梦想，未来可期。深入人心音乐会2019全国巡演杭州站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